老板，哎，水库是不是你的？是啊。钓鱼啊？怎么收费啊？600韩一天。600呀？什么鱼啊这么贵？我们的鲢鳙啊，这每条将近10几斤一条。10几斤？对。有这么大没有？有啊，你下竿看一下的。那我都这么晚了，能不能给我少一点，便宜点？这下雨天又不太好钓。这个我们不能便宜的，你可以晚一点，就是我们一天8个小时，可以晚一点，但是价格是不能变的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不能少，不能少。这么厉害呀？对。要是我没钓到呢？没钓到，一分钱也不退。哎，你也不要给我扯皮。哦，那钓多了呢？钓多了，你能钓多少算多少，你带走。你钓500斤，你也带走。好，没关系。那我试一下。这老板担心我没钓到，找他扯皮。我现在担心我钓多了，他找我扯皮。钓怎么样啊？钓还没上7-8条。啊，7-8条。真的？已经钓6条啊，他那边的。已经钓这么多了。嗯。带倒是厉害一点。高手一看就高手，这长光剑子一看就高手。他那边。所以赶过去钓，我都钓了6条了。那边8-9条了。哎呦，真的。由于这个水库四周啊，它都做了这个护栏，只能把钓台搭得这么高，坐在这上面。这里还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，我感觉我能钓好。8米1的圈圈里四带啊，6+4的线组，然后浮标是70006克的，钩还是5号新环通。然后由于这里离水面很高，再加上鱼又大，力气大，杆子短的控鱼估计控不住，一包饵料。4杯水，快速一搅，先把节奏打起来。旁边都已经中鱼了，刚开始就是1分钟两杆，等鱼来了以后就好办了。哎呦，这打一口没打中，钓了半个小时，来了个大顿口。估计鱼进窝了啊！哎，揉揉揉揉，哎呀，好大！哎呦，哎呀，怎么第一条就这么大呢？前菜一般不是小一点吗？哎呦，杆子都已经顶到树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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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！是个大头，吃到这里面去了。这第一条就可以吧？15斤，这真准了。你家是卖鱼的吧？你看你这鼓出来15斤，来来来，就放在下面。嗯，这里个缝里塞不塞得进去啊？这鱼好过瘾呐、啊！这要是一大早来，现在都已经估计70-80条了。像这高台子抛竿，轻松的很。再往前一荡，一送，轻轻的一放，鱼饵又不掉，舒服的很。哎呀，接口啊！我的天，接口啊！哎呀，好难啊，这六个鱼嘴太大了，自动脱钩了。哎呀，赶紧搞赶紧搞，条条都是100多。这个大头鱼啊，由于它嘴大，它的吸力就特别大，所以它吃的信号都会很大的，一般它不会有很小的动作。所以你要是动作很小或者是没什么动作，大多数都是鱼没进窝，进窝的动作都挺好。赶紧捕，哎呀，等了一口来呀！哎呀，这个大一些啦，这个大一些，又是100多豆，5条回本。哎呀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，乖的很！哎，快快！快完了，哎，杆子，怪不得老板收600块钱。这，你看钩子，这金色鲢鳙啊，这一条比哪里的都好。这，哇，这个，这胖头是我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了。
这比豹纹还好看一些。你看它那个姿势，这个也不小。哎呦，我说我不对了，它上面有个鱼，这才是巧嘞，毛重的未必。哎呀，我也带它刮目相看，条条一百多。起不来、哎、呀，摸着头的我。哎呀呀呀呀呀，都大得很呐、啊，这条条一百多啊。这跟我去年在那个河里面钓鱼那个第一条鱼那个动作一样的，先是很小一口，我以为它没吃进去，我没打，结果浮标缓慢上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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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为饵都没有了，一打正在嘴里，它吸进去一点它含着不动，它有办法了。我说有一条就有一条，哎呀，我的天，好大劲啊！哎呀呀呀，18斤的，哇、哦，这真是18斤！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哎呀！捞着捞着捞着，这留个鱼好难呐、啊！这留个鱼，这钩在这个位置，哎，金色的全是，70斤怕都不止。这本钱早就回了，后来面每一条都是赚的，希望都是不扯皮的那一种。吓我一跳！哎呀，这鱼还没跑呢。哎，就现在拿个3米6也能把它钓起来，这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看到没有？8米1一蹦，还剩下3米6，继续溜。嗯，哎，我说你在吃，他就吃吧，你吃慢一点啊，你吃个2个小时，我连想连搞2个小时。哎，好像他已经投降了。哎，就这个办法，就进大溪的里面去了，又是100多。哎，还有2-3个小时，但是我提前结束了，因为这个口罩的原因，那个不停地的人来的太多了，太多了以后我也感觉不安全。我大概钓了7-8条鱼，保本是没有问题的。我看一看我的鱼啊，哎呀，粉丝福利啊，这鱼。没有了，哎呀呀呀，不能抢啊！哎呀，这个大鱼抢走了，哎呀，这么大一个，注意安全，注意！哎呀，两个，哎呀，三个，哎，钓台击垮了，哎呀，钓，哎呀，钓，哎呀，钓，哎，来了，帅得很，帅得很，来，哎，你垫这么高干嘛？